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这是在德州，在40号公路往俄克拉哈马方向去，繁忙的40号公路呀，这个人还是比较人，车比较多，车流量比较大。今天是有雨啊，阴雨的天气。德州还是比较大气一点，德克萨斯，幅员比较辽阔，牛仔，像那个老布什、小布什总统也是在德州生活，这边那个房子也便宜，房价也便宜。你看，这是66号公路，66号公路。有德州的元素在，也有西部牛仔的元素在。这里面正在，有值班的人在里面，白发的老太太。这里面就洗手间，里面是放着音乐的。我们要是有音乐的话，就是视频就会提示说侵权了，所以我们就暂时先不进去了。进去它就有音乐，它放在那个西部牛仔的音乐，让你没有办法。下面是文字啊。各种各样的文字，然后小车就停到这前面，大车就停到后面。40号公路还是比较繁忙的一个路啊，大家都要。很多都要从这边过，而且气候也适宜。气候也不错，也漂亮。我们也在这边拍照留念。然后我们看里面。